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2021年2月20号，星期六，周休二日。各位，台北的天气艳阳高照。气温呢都在24度左右，非常炎热的天气啊！气温在24度，未来3天的天气都是如此啊！今天是阴历的正月的9号啊，各位，我们是要拜天公，也就是我们玉皇大帝的圣诞，在此呢恭祝玉皇大帝圣诞千秋啊，也祝福我们玉皇大帝生日快乐啊！这边圣诞呢，他们说圣诞千秋，那我们都叫我们台湾人老百姓呢就叫生日快乐啊。好，这很多台北在这个玉皇大帝庙拜拜了一大堆的人啊，电视新闻也都报道出来了。每一年我们会公开。神明过圣诞，我们会公开啊！神明圣诞会公开，各位听清楚了。第一组牌啊，我们公开的是叫全车一支，全车一支，一八，第一组牌我们全车公开一支。18，我们今天公开的是第二组牌啊，听清楚了，第二组牌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只玩两星，方法很多，有时候报四支，今天两星，我们用一支碰一个尾数啊，一支去碰一个尾数啊，也就是一八。啊，各位一八啊，去碰六尾，六尾，最近六尾很红，隔一期就开六尾，最近啊，也就是一八去碰06162636，一八去碰06162636啊，好，那么这是二，这是只要签二合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报这个两组牌给各位知道。啊，报这两组牌啊，一个，我们不做三四星，不要贪心，我们稳扎稳打，我们将全车一支本小利大，1:7，第二组牌是1:4，啊，社长照网店呢神明的时候就公开一次，下一次公开时间是我们土地公过圣诞千秋。土地公2月2号阴历啊，今天是正月初九，1月9号，玉皇大帝，好，祝大家好运，神明保佑，今天读书开出，啊，祝我们玉皇大帝能帮助我们，啊，众神们，然后先帮助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，读书开出，啊，尾数能够也碰中两组。有服务的电话叫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这也是我的 LINE，这是远传电话，也是我的 LINE。